下点了吗？楼下点好了吗？其实我敲引磬是继续唱，我没有叫你停，呵呵，继续唱吧。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好，现在请右手拿着灯，啊，你要捧着一只手或两个手都可以。然后我念一句，你就跟我念一句。发愿的时候观想华严三圣、西方三圣、东方药师三圣跟莲池海会的佛菩萨都在虚空，背后呢有无量无边有缘没有缘的众生，不管是过去生的、现在生的或未来生的，不管他今天有来或没有来，通通你都观想，他也一样合掌一起点灯。请看发愿文，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愿灯具，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愿灯柱，谨承须弥山王，愿灯油，谨承汪洋，此灯之术，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愿此光明，消除三有顶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皆得显明清见，
嗡本扎阿罗给阿哄，嗡本扎阿罗给阿哄。好，这时候你观想一盏灯变七盏，七盏变无量无边，做一下下的观想。好，然后呢，灯可以放下来一点点啊，不然拿很高会很累。好，现在看唱诵的文，然后会唱的人第一遍就大声唱，不会的呢，请第一遍用听的。对不起，暂停啊，麦克风有问题，楼下有听到，楼上没听到，哎，好，没关系，再来一次。好，释放机无法中坦诚身中尽奉献福心中自身一己各所生皆难境界佛净土愿与弥陀愿寂静加倍速得成。第二遍，稀有光明，因此当住恭谦贤洁见佛灯，无余与广大十方尽是恩空心无法中坦诚身中尽奉献父母为首有情种子一己
伽娑僧揭能精进佛净土，愿与弥陀合为一，三宝三个众地里，无曾如此说法缘，即今加倍殊得成。第三遍，悉有光明，因此当住奉献见解见佛等，光大十方尽，世尊恭喜诸中坦诚身中尽奉献，父母为首有亲众，此已经伽娑僧揭能精进佛净土，愿与弥陀合为一，三宝三个众地里，无等殊此说法缘，即今加倍殊得成。咒语三遍。德亚他，请向右旋转。本扎智亚阿瓦波达那耶梭哈德亚他，本扎智亚阿瓦波达那耶梭哈德亚他，本扎智亚阿瓦波达那耶梭哈。好，很好，大家唱得很庄严。然后，现在就把灯由，对不起，等一下，由灯从中间往旁边传。然后我唱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你就开始传灯。传的时候不要急，观想每一个众生坐着莲花都。过去生、现在生、未来生，一定往生极乐净土，请等一下。
还没有，等一下。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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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Amen.
好，点灯就圆满了，哎，非常的庄严。最后的回向会在讲经结束的时候才念极乐世界回向文。好，现在我们把握时间，我想借这次机会为大家讲赞弥勒四礼文，请翻开讲义第九页。请看幻灯片，这个四礼文我们昨天念过啊，念了两次了，所以这是尊贵的玄奘大师自己每天所亲自的发愿，他当然是赞叹弥勒菩萨，所以请看讲义第九页第十八行，看第一段，至心归命礼，当来弥勒佛。至心归命礼，就是当你在做任何功课的时候，不管诵经念佛，都要很专注、很虔诚、很精进，这叫至心归命礼，很至心、很真诚的。归就是把身心呢都交给诸佛菩萨，礼是指顶礼的意思。中国人是啊顶礼五体投地，西藏人是大礼拜，这个都可以由虔诚的身体而发出身跟口也虔诚的礼敬，而意念呢很专注的观想。那归命礼的对象是谁呢？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好，各位有讲义我就不念，我直接白话翻译，这样节省时间。第二句，诸佛呢，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同证无为的本体。有人会说，什么是无为法，什么是有为法？无为跟有为呢，在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定义。简单的讲，无为就是没有能跟所，没有能讲经的人，没有所听经的众生，没有能所，没有能所对立的 subject and object 的这样的对立的念头，就叫做无为。这里的体是指宇宙万有的真如本体。真如本体是什么呢？下面讲真如理顿号实本无缘。这真如呢，就像金刚经讲的实相真如本性，这个理是究竟宇宙人生的真理。实实在在呢，它是没有缘的。一般人我们的思考都会有开始有结束，比方说我们今天七点半开始洒净法会，那法会可能到九点半或十点就结束，所以我们思考的方向都像这样。看我的木鱼，你都有开始就有结束。可是现在我就拿一个圆给你看，看这里，我从这里画一圈，请问回来了，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结束呢？所以从圆的思考角度来讲，每一个点都是开始，每一个点都是结束，这有点深。所以每一点都是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在海印古寺我做了一个比喻啊，再看这，我觉得例子很好，我是坐在法座上想起来。现在有一只蚂蚁，看这里，从你们所看到的左边，这是我电脑这个护垫手，它这样爬来往前爬，由你看到呢是从左边往右边爬，爬完以后它往下爬，然后再爬回来。请问这个是开始还结束啊？各位回答我啊，回答我啊，你们这么聪明一教就会啊。答案对了，没错，因为我们生生世世都有开始有结束的念头，所以这是我们细微的执着。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执着，所以轮回了。所以为什么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告诉你讲，无生亦无灭，无垢亦无净。你会说，哎呀，师父很深了。没错，他本来成佛的本体就是这样，所以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叫做无缘。听好，无缘不是说没有因缘，而是呢他本来开始的当下就是结束，所以无始亦无终。所以有人就会问，请问成佛以后佛还会不会退回来做凡夫？答案不会，因为他证悟以后啊，
就像你心中的镜子，所有的灰尘擦干净了以后啊，你本来就是佛嘛。本来就是佛的时候，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假如有开始的话，那将来你就会有结束。比方说你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年级念书的时候呢，四年级就会毕业，这就是有开始就有结束。答案是什么？因为有开始啊，就有结束，就有生就有灭，有生有灭就有老病死，就有轮回了。所以你能够证悟到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这个佛性的时候，你就成佛了。所以有些偈颂的地方是很深哈，但是师父尽量用简单的譬喻，先让你从理解上，在文字上有正确的理解，然后慢慢慢慢的修持，你会证悟到这个境界的。好，接下来为了引诱诸天，其实弥勒菩萨他住在长吉光净土，他根本呢不需要呢任何人供养，他自己本来就功德圆满。但是为了这里讲引诱，引诱就是中国人讲先以鹬钩牵，后令入佛智。我想很多人都听过鱼篮观音的故事吧，啊，我就不用重复。对，鱼篮观世音菩萨呢，就看到浙江沿海有很多人有灾难，他就变一个美女，然后叫所有的人呢念经，从普门品开始念，从金刚经开始念，到念妙法莲华经，最后呢全村庄的人只有一个马郎会背妙法莲华经60000多字。结果呢他就嫁给他了，早上嫁给他呢，当天晚上就死了。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示现这样？因为众生就是有欲啊，欲就是烦恼的根本。可是观世音菩萨不会看清你，他呢知道你有佛性，所以为了引诱你来学佛，所以求男孩得男孩，求女孩得女孩。但问你，你为什么要求这么多孩子啊？哦，你说我要子孙延续咯，对不对？我姓王，全世界姓王的人也很多啊，是不是？所以可见呢，你想要延续子孙啊，也是你个人私人的愿望。所以弥勒菩萨也是如此，为了引诱所有诸天来共同的修行，所以在天上呢他示现最庄严的兜率内院。为什么呢？因为天上的菩萨，天上的所谓的天女，或是所有的修行人啊，都认为自己长得很漂亮，功德很圆满，身上都有金银珠宝璎珞丝绸挂身，而且出门的时候都坐着莲花。但当他一看到弥勒菩萨的时候，哎呀，他很惭愧。为什么呢？弥勒菩萨比我更庄严呐！这时候他会升起惭愧心，才会学佛的。所以叫无诱未诱诸天现兜率。事实上，弥勒菩萨所显现的兜率内院呐，好，如幻化的国土一样，显现中各种形状，重型化起来，就跟普门品一样，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你一定会又问师父，请问弥勒菩萨在哪里？十方都有弥勒菩萨。你假如讲他的本尊的话，当然是在兜率内院，因为他是衔接下来的第五尊佛，他现在住在兜率内院，他也有千百亿化身的。好，但是他所显现的化身呢，就像幻一样，幻化的这个彩虹一般。接下来看来，原无人马泥浆有。事实上，六道众生里面没有人，也没有马。众生因为迷惑，所以浆有。这里的有是什么？三有，你写在旁边，欲界、色界、无色界，叫三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三。因为人迷惑，你才会出现六道轮回的。但是呢，通达的人、证悟的人啊，知道六道轮回啊，也像做梦一样，从来都永远不存在的。所以憨山大师说了一句话：“梦里明明柳六去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前几天我说过，憨山大师他也修《华严经》跟《楞严经》，事实上他也念佛。但他感应到呢，上身兜率内院见弥勒菩萨，他就写了个偈颂说，做梦的时候啊，你明明觉得有六道轮回，这个是我太太，那个是我先生，这个是我儿子，在做梦当中真的你觉得有六道轮回。当你一开悟的时候啊，你看你啊过去式啊无量劫啊，就像什么看录影带一样，你知道录影带一按完的时候啊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事实的真相告诉你啊，
梦也是假的。再深呼吸告诉你，轮回也是虚妄的。注意听，我没有说不存在，你执着的时候还是会有六道轮回，不然明天干嘛超度度鬼啊，对不对？幽冥界众生是存在，但是呢你执着的时候它真的是存在，但是呢它是没有实体的。所以这个必须要开了悟，谁呢？初地欢喜地菩萨才会做到达者如幻未曾然。可是我们现在呢只能知道这个道理，否则你试试看，拿一根针擦你自己的手会不会痛？会痛就表示你有我执。你假如不真的不会痛，证悟空性，这样一擦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针有擦跟没擦对你来讲是没有差别的，那时候你才能讲真正叫梦幻泡影。那时候梦幻泡影不但是你了解了，而且的你的心是清净的，而且还证悟到那个境界。不过告诉你事实的真相，真的是梦幻泡影的。接下来再看，佛身本身清净也是如此。佛身是清净的，但是它万德庄严，功德显现，显现32相或80种好，或显现84000相、84000随行好，其实啊都像彩虹一般，你看得到漂亮，但是它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得到佛像，佛像注意，不管是雕像、塑像、画像，你能够看到佛像，其实也是佛的万德庄严的显现。下面讲，凡夫不了解这真实的道理，就认为呢什么呢？举个例子，哎呀，我拜的这个泥塑菩萨是跟我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我考考各位，你来大殿的时候，你顶礼这西方三圣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那是木头吗？还是真正西方三圣就站在那里呢？还是呢，你管他的，我先拜了再说吧。凡夫就是把他当木头，可是真正证悟的人呢，就可以看到，当你念佛的时候，我昨天不是讲了吗？弥勒菩萨跟你讲啊，对，告诉无着菩萨，你念我12年啊，我每天都在你头顶上啊。你念佛的时候，佛就在你头顶上啊。可是你不相信，很难相信，因为你看不到。那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你的业力还没忏除嘛，对不对？所以凡夫因为执着自己的眼睛，就认为呢，哎呀，那佛菩萨其实也跟我差不多，其实差多了。佛菩萨是圣人啊，他是清净的，我们呢是凡夫，我们是染污的。所以学佛还要从恭敬里面求，这是很重要的。再看下面，翻过来第10页，真正有智慧或了解般若波罗蜜的人，第10页第2行，知道佛无来也无去。你们不是最喜欢读金刚经吗？新加坡人都很喜欢读阿弥陀经、金刚经跟普门品，可是我看你们读了半天哦，也不知道佛无来也无去啊。你们都会问佛去哪里啦，佛将来呢在哪里入灭啊？我们问的念头都是什么？来一样，又是有开始啊，有结束啊。事实上啊，佛无来也无去，当你知道佛无来也无去的道理的时候，你真正就见到了真佛。这里的真佛请写一下，见到法身佛。佛有3种，法身、报身跟应化身。这里同样是指佛一个字，但它的意思是不同的。所以这里讲，你知道佛无来无去的道理，这个叫做见到，心里真正体悟到真正的这个法身佛的功德。所以于兹必得永欢喜。兹是什么呢？有很多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对于佛，你知道佛无来无去，所以你不会恐怖。为什么呢？佛永远与你同在。注意听，跟上帝永远与你同在不太一样。上帝与你同在的话，你还是属于上帝的奴隶，还是有能所的对立。可是当我们讲佛永远与你同在的意思是什么？你将来会成佛，你有佛性的。就像几个学校的例子，一个小朋友遇到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或数学老师教他，他很认真读书，将来他也可以发愿做更好的数学老师跟英文老师啊。所以佛教很伟大的地方是什么？每一个人都会成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接触很多宗教，我也读了圣经的英文班，最后我选择了佛法。
为什么？其他的不是不好，留给别人，但我觉得呢，佛法讲的最究竟、最圆满，所以于之必得永常欢。你常常要感觉欢喜，是因为你的心本来有佛性，将来都会成佛。所以这个之有很多的意思。接下来，故我顶礼弥勒佛啊，一心顶礼，身口意顶礼，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顶礼的时候，同时要发愿，发什么愿呢？第一个叫总愿，请你写在旁边，唯愿慈尊度有情，这是总愿，希望弥勒菩萨千百亿化身，永远不舍弃一切众生，因为过去诸佛都发愿要度众生，希望弥勒菩萨千百亿化身成愿再来，道驾慈航，不但在新加坡，在无量的世界里面呢，都能够实现在家出家身，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精进修持，护持正法，所以这叫唯愿慈尊道驾慈航，广度有情众生，这叫总愿。这一句下面别愿是什么呢？我愿供一切跟弥勒菩萨有缘的众生，希望将来这个四大分离结束的时候，我跟一切的众生都能够上身兜率内院，亲自见到弥勒菩萨，尽未来际跟他学佛，正道不退转，甚至一直究竟圆满成佛。所以最后一句叫做别愿。所谓别愿是，有些人不一定发愿兜率内院，但是你发愿希望啊，同愿同行的人一起上身兜率内院。那假如你在家里念或佛堂念的话，念完这一带你就要顶礼一拜，五体投地一拜啊。那这边呢，因为人很多，暂时不方便做，但是你若自己念的时候，你应该礼佛一拜。接下来呢，继续长跪念第二段，请看经文。至心归命礼，当来弥勒佛。这个不难，我就不重复。佛有难思自在力，能以多刹内成中。佛啊，有很难很难的不可思议。佛经常常讲不可思议，看这个思，思是一个田，下面一个心。中国文字很有趣，田呢本来是一块，当你去思考的时候，它就分四块。就像你吃中原呢，准备月饼，对不对？买来一个月饼，你不可能一个就这样哦吞下去吧，那你会噎到的。你一定会把它分四块八块。所以当你越念头越多的时候，你心中思考的田就越来越多，这叫思。意呢是言字旁，是用语言文字表达。所以佛经常常讲不可思不可意，是说佛证悟的功德啊，不是用你脑筋可以想得到的。极乐净土或兜率内院的好处啊，是你真正呢不是脑筋想得到的，然后呢也不是你用言语可以表达得到的，所以到最后佛只能说不可说不可说。但是不可说会不可说，但是你有佛性，所以你可以修持，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样，你可以证悟的。但是佛有很不可思议的自在神通之力，能够在无量的佛国土、无量的围城当中呢，先示现什么呢？下面一句，示现现在处在这个我们南瞻部洲的天上兜率内院殿，它叫做善法堂殿。他坐在狮子宝床座上，揭迦夫座，身呢像金色的旃檀木一样，更庄严无比，相好庄严，而且身上充满了各种金银珍宝，这是他戒定慧的功德力。那光辉灿烂呢，胜过太阳跟月亮的光芒。有一个老菩萨写了一封几个问题问我啊，在感谢说，师父我很谢谢你，我家里也供弥勒菩萨，我本来以为弥勒菩萨是非常圆圆的，没想到弥勒菩萨是这么苗条。不能说苗条吧，应该说他的身材非常的相好庄严，对不对？当然他从印度的造型或西藏的造型啊，或许跟你拜的弥勒菩萨是有一点不同，但是这是佛本来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弥勒菩萨不带和尚你还是可以供啊，没有说不可以，他是化身佛。
可是化身佛里面呢，第一个他只有布袋，但是没有檀金色；第二个他没有戴宝冠；第三个呢，他更不会呢还显现呢像32相80种好的神通。所以布袋和尚是针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而示现的。接下来你看，弥勒菩萨神通菩萨皆无量啊。弥勒菩萨呢，他不是一个人，化千百亿化身啊，所以他有两个很大的这个助手，所以他也有当来下身的两个助手，一个叫做妙华林菩萨，第二个叫大妙相菩萨。请大家看一下好了，好，请看幻灯片。佛牙寺里弥勒菩萨的这个左手边，我们看到的左手边叫做法华林菩萨，法华经的法华林，树林的林。右手边叫做大妙相菩萨，所以一佛二菩萨就成为净土。而这两个菩萨的名号，你可以在弥勒上下身经里面查得到。好，再看回来，所以弥勒菩萨假如你供啊，这个布袋和尚当然很好，可是布袋和尚呢，你就看不到他有两个菩萨的功德。但是若是以这个一佛二菩萨的净土呢，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侍者。事实上弥勒菩萨除了两个大菩萨之外，请看经文，他神通菩萨皆无量，而且呢，事实上他有无量无边。比方说我们从讲经到现在，有很多的高僧都上升兜率内院。我随便念举个例子，窥基大师、道安大师、玄奘大师、憨山大师、虚云老和尚、太虚大师，很多很多的高僧都上升兜率内院啊，是不是？所以他们也一样呢，跟佛一样发愿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救度一切的寒灵。寒灵就是有情事的一切有情众生。再看下面，众生但能至心的归命顶礼。假如若有人听到弥勒菩萨的法门，或是想生兜率内院，很欢喜的话，你每天应该是真诚的顶礼弥勒菩萨，念弥勒菩萨的名号或咒语。因为弥勒菩萨的功德加持你，纵使你有无量劫的重罪啊，你的罪业呢，因为弥勒菩萨的加持，让你一样像石头压草，暂时不会发芽。但是呢，以弥勒菩萨的功德，你就可以上升兜率内院。所以我再重复一次，想上升兜率内院，第一个要供养或是礼拜弥勒菩萨。